对是点么感觉啦？恭喜你！阿兴跟我打赌啦，伊讲吼，你爸到今嘛，绝对够介意我。所以我感觉真欢喜咩。我今嘛跟你吼说重点吼，伫我回去以前吼，你一定爱有对象。看阿瑶甲阿莹拼一个囝出来。阿莹人是袂歹啊，啊问题是吼，伊经营公司嘛倒，啊即摆爸嘛无互伊管束。前辈拢未放心，你想，大汉若是甲伊做伙，啊，唔着一直甲伊试脚床。迄是较早啦，即摆阮爸已经大汉啦，伊家己要试脚床啦。即摆才大汉，敢会伤慢？大汉，感情的代志吼，你爱好好考虑啦。我阿婆，啊，你即摆到底是对阮爸有啥物意见啊？啊，唔是讲咱三个人啥物话拢有当讲？歹势啦，啊，因为哦，最近发生一挂代志，所以。我无就听着别人批评阮爸，啊就阮爸甲阮妈啦。较早吼，因发生一挂代志，啊，不过阮拢无了解，一直到前一阵嘛，阮才知影，其实阮爸这么侪年来也过了足辛苦的。所以，若是有机会，我是真正希望你会当甲伊做伙，安尼阮爸就袂遐尔孤单。哦，恁爸这个人吼。平常时安尼皮皮啦，讲话拢安尼拉稀拉稀，啊，不过我发现，伊嘛是一个挺负责任的啦。啊，伊有时阵讲话吼，嘛真有道理呢。啊，伊嘛捌做过啥物害人的代志啊。啊，伊会欠人钱哦，拢是因为生理失败啊，不得业啦。对。哎，你害啊啦，陈总。啊，你拢替伊讲话，这就证明讲你有介意。讲实在话吼，对是点啊感觉啦？恭喜你！是阿兴啦，阿兴甲我打赌啦，伊讲吼，你爸到今嘛，绝对够介意我。所以我感觉真欢喜咩。阿姆哥只要甲我讲哦，查甫人袂当主动咩？是安怎查某人袂当主动？查某人是安怎袂当主动？我即马甲你吼说重点吼，伫我回去以前吼，你一定爱有对象，我才有法度对恁爸交代。无啦妈，你是咧乌白讲啥啦？啥物长进长进的，讲的有诶无诶？你绝对哦会平安健康食百二，你搁要看海量查某生囝呢？对啦，你讲了对，身体一定爱健康。唔，若要看海亮结婚生囝，嘛爱看阿瑶甲阿莹拼一个囝出来。我你嘛试一下看嘛。恁两个啊，我用心计甲，互你好好呢。恁要甲我说多少珍珠耍，做伙针对我。啊，以后有啥物代志哦，无想要甲你讲啊啦。